如果人类不再主宰地球，我们该何去何从？大家好，我是亚斯元。继 Cytus 的震撼 Demon 的感动之后，二队还有 Mandora 的废萌，雷亚游戏实质上开发最久的 3D ARPG 游戏 Implosion Never Lose Hope 也于2015年正式上市。它所掀起的风潮，还有其所带给玩家的宏大故事，就让我们来好好的看一看吧。Implosion 作为雷亚第四款推出的游戏，实际上是早在公司成立之初就预定的专案计划 Project I， 在当时未上市前就造成了轰动，更被选为 Google I/O 2014精选开发商。历经多年的成长与巩固，终于在前年4月9号与16号于智慧型装置双平台上架。它的上市价格为 $9.99 美金，以次买断。除了不希望玩家在游玩中途有被打断的情况，同时也是看见了付费优质游戏普遍被玩家所接受的趋势。而其实原是预定打造于电视主机上的游戏，后来考量市场及需求因素，改为在手机平台上发表。不过因为这样的背景，所以使用投影或输出至电视荧幕游玩也能具有相当的水准。那这个游戏又是如何创下数百万的下载量，不论国内外都给予极高的评价呢？首先讲到它作为角色扮演游戏的本质，动作游戏就是要讲求手感，画面呈现不但要华丽，同时也注重简洁有力。因此据报除了着重于策略操作与流畅的攻击，在美术上也丝毫不马虎。而此游戏主要武器为剑、棍、铁术与枪炮，在玩家的技术掌控之下，能够发挥出数十种不同的连续技组合，也是有独特的 ARC 系统，能够针对不同玩家的需求而搭配不同的强化属性，就像魔兽世界的天赋系统，让任何习惯玩家都能乐在其中，也是这个游戏除了剧情以外相当大的看点之一。而与雷亚的前几个作品稍微不同，本作未配合其中配音技术等需求，积极向海外寻求合作与资源，企图打造一个真正有实力站上国际舞台的 IP。 因此配乐部分由曾拿下三座格莱美奖的混音大师 John Klander 与澳洲知名乐团合作而成，而主题曲 Way in the Dark 则由曾演唱 Metal Gear Solid Peace Walker 主题曲的 Donald Burke 担纲呈现。除此之外，也聘请国外声优负责故事角色的诠释，更于上市同年年底宣布了动画电影 Implosion Zero Day 的启动，并开始募资，在不久之后也将登上 Nintendo Switch， 加入掌上机特有的震动元素及日本声优的全新演绎，在更多元的平台开拓这个游戏的世界。就如同 Demo， 雷亚试图在以多方的合作策略创造一个崭新的值得期待的游戏，而不管是电影、动画亦或是游戏，都是在诉说一个值得人们流传的好故事，据报也是如此。现在我们即将进入雷区，还没准备好的请赶快跳车倒数。游戏这种故事设定在稍远的未来，西元2105年，人类在火星上发现物种标本，通称 AZA， 一种类似于诺亚方舟功能的有机生命体，会随着陨石引导做大规模迁徙活动。60余年后，地球人口趋近饱和，资源匮乏，气候极端化，人类因此试图往外太空发展，也开启了新一代的宇宙军备竞赛。但是太过明目张胆且过度的发展，却在9年后引来了前所未有的灾祸。在某次宇宙漂流途中，火星陨石所带来具强力攻击性的感染体生物，通称Zada， 入侵并且感染了人类，迫使人类迁往地球外的殖民地，为谋求反抗残存的人类开发第一代的人体强化装甲 Warmatch。 但由于技术不良，外加初代机是以肉体为载体做装甲与操作者的相连，许多操作者皆被感染，成为了病疫的人形生物，计划也因此告吹。于是军方动手开发第二代 Warmatch 与反制感染生物 Zada 的基因炸弹。本游戏主要角色之一 Napoleon 在此时登场，也是第三次 Zada 反制作战的领袖，而 Jake 的叔叔 Jonathan此时正担当最高指挥官的职位。不幸的是，在基因炸弹研发完成的作战前夕，指挥设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攻击，基因炸弹因此遗失。Napoleon 幸运生还 ，Jonathan 则因下落不明而被宣告死亡。近西元23世纪，即玩家们所面临的时代，第三代的 Warmatch 制作完成，改为以精神远端控制无人机体，并由 Napoleon 主导 Jake Warmatch Avalon 的操作者，以及 Diana Crimson Shooter 的操作者，连同战队军官 Zoe 一同展开对 Zada 的第三次反攻，同时 Jake也希冀能够在已荒废的地球上寻找他下落不明的叔叔，开启了第一个章节。经过了一连串的冒险，就是一连串的冒险。我感觉一个场景讲似乎挺长的，所以在此就挑重点讲。总之，在第三章与变异的 Goldie Miller 大战后 ，Jake 终于如愿见到他失散已久的叔叔 Jonathan。在游戏 1.2 版的更新之后，开启了 Jonathan 在遇到 Jake 以前的故事线，玩家便能体验双线并行的世界。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不久后 ，AZA 再度进入大气层，原来就已经被 Zada 侵略的星球在
臭虫的作祟之下，再次面临更大的危机，这次是要抹除人类的存在。当 Jake 打倒最终 Boss 准备要向臭虫进攻时，机甲却遭到无预警的控制，不得已只好由 Jonathan 来执行命令。但是就在开枪的那一刹那，卵囊破裂，臭虫锋利的前肢深深地刺进了 Jonathan 胸膛。愤怒不已的 Jake 无法再依照命令行事，启动了机体内的自保核心，与臭虫同归于尽的同时失去了意识。 Asa 也从天空消失，醒来的 Jake 已经不记得自己的名字，也不知道自己的过去，自我认知就只有身为一个人工智慧。面对病床旁陌生的少女，请求她赋予自己一个名字，而她的回答则是Implosion 的剧情描述大概是目前所做过的雷亚专题之中篇幅最少的，因为我想多留点时间给我待会想讲的内容。若最一开始所述，假如人类不再主宰地球，我们该何去何从？去报所带给我们的醒思，从一个文明的起源到一个大时代的终结。我们常看到许多包含末世想象的作品，诸如电视剧《英尸录》、电影《我是传奇》、游戏《尼尔：自动人形》，甚至是动画《你的名字》，都是有毁灭与静默的意味存在。但是所谓末世想象，终究是人们所捏造的、所虚构的创造物。我们何曾想过，如果地球真的毁灭，或是真有外星人从天而降，我们该如何是好？大概已经是句老话了，在许许多多的影视作品也是已经被用了无数次，但我还是要再问一次，人类这个自认史上最优秀的智慧生命体，这个已经把星球蹂躏殆尽的族群，当末世来临时，要怎么应对自我的终结？我这个人很爱空想，学生时期特爱去思考这些对当下没有注意的鸟事，所以喜欢高谈阔论宇宙的广大，哲学性的讲一些人类文明进步过度的想法，也因此像是群或是最后理论这种小说至今仍让我难以忘怀。回到正题，为何我不会疲倦于巨爆的世界观设定？为何我认为他的末世想象是相当出众的？在绝大多数这类作品中，剧情目的不管怎样都会回归人性，因为人性的善良与险恶，它所散发出的光辉往往都是配合故事发展需要而催生的情感。无论如何都要保护家人，那是人性的良善，自相残杀争夺资源只为了存活，那是人性的黑暗面。人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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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代表这个词汇的场景一出来，就可以解释任何在末日办事业所发生的事情，说万用也好，说泛滥也好，但这又是如此的老套，同时也如此的堪用。那本作的人性又如何？如同游戏的副标题，人性就是希望。 Yep， 这也是很常用的老梗了。没错，人性即是希望，而希望可以带来不灭。总归一句话，老子只要还活着，人类就不会死。但这个所谓的 last man standing 又能代表人类的什么价值？巨爆所令我欣赏的就是它并不滥情利用人性，或是用爱的力量来解决一切，而是真的解释了人类的存在意义以及人性的用意。故事如此陈述：人类之所以存在，我们之所以有理由可以拥有智慧，不是因为我们可以控制世界或是成为什么样的主宰，也并非人性是多么伟大的东西，而是我们可以创造我们拥有思考的智慧。尽管我们一点一滴地吞噬了自己所生活的星球，我们阻止不了外人的入侵，那既然如此，我们就负起责任，不是捍卫我们的家园这种通俗的说法，而是找到重新来过的方法。我们带来的罪孽，而我们得自己承受，但绝不是轻易的投降或软弱的放弃，而是坚持身为人的价值，永不放弃希望。 Never lost hope。Implosion Never Lose Hope 塑造了一个充满科技与崩坏的世界观。该打的怪物是常见的腐败异形，身着是高驱动的机甲，搭配利剑、长棍或双枪。这或许不足以撑起的设定，却靠着优秀的剧情以及其所带给人们的反思，成就了一个 3A 级的 ARPG， 再造国产游戏，就算是付费，就算是手游，也能登上国际舞台的创举。是的，末世想象终归想象，只是千万种未来的可能性的其中一种。但是我想，不可磨灭的人性光芒与物种存在价值，才是本作真正想诉说、真正想警惕世间的意义。今天的雷亚专题就到这边，你也曾作为 Avalon 机甲的顶尖操作员吗？还是你有什么想说的话呢？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而如果你想看到更多 ACG 的相关影片，那就别忘记按下一颗订阅钮和旁边的小铃铛哦。我是雅思渊，我们下集再会。